被教育就往前走，我一直在你身后，这心眼不要低头，所以我带你就够。不管那个距离，我们就很默契。Keep your eyes on me， 你就是我的 solology。哎呀，我看着都觉得难受。为什么要学做菜呀？是这样吗？他眼睛肿太爆了。他都要死了，你还在意他眼睛？来个菜板，菜板在那儿。这个先把鱼都砍掉吧。这是背套吗？哎，这是鱼泡。我来剥板栗吧。不用剥，不用剥。啊，你等会倒就行了。啥都不能干，你倒就行了。我来帮你吧，你剥蒜了，这样轻拍一下，拍没有？要不要煮几分钟？你不知道啊？没说，他说煮熟就行了，煮熟就行了。你看嘛，要先煮，生板栗洗净，四分钟。你看这样一剥就没了，沸，开水沸之后，你这样，你看，哦呦，完了，串过天有吗？切到了。啊，上口贴，上口贴有吗？上口贴有吗？没事，小口，小口，小口。我刚刚摸了一下，好锋利啊！你真是，看着点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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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乱碰刀，小心点。你看手机，打开看一下教程。你看人家咋做的，你说。哦，板栗鸡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道菜，鸡肉味道，板栗鲜甜可口。料酒生抽一小勺，然后呢？干嘛呢？然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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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？鸡啊，洗鸡？那你这板栗是炒过的吗？会，先去解冻吧。哎呦，有。但我也要包，我可以一起包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呢？鸡也是爆米花吗？快，张哥！别怀疑，我想听你说。太好听了吧，张哥！鸡也是我们的爆米花。从那里我们一直都没有，你这看不见吗？什么玩意儿啊，我错了。我想煮整个腿进去给这样看起来好，那个视觉是不是人家是一整只鸡啊，我要被吓了。直接这样就快冲贴，当时把我震惊到了。你也切到了，更危险吧？给它贴上，木绳那种。你扎到手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我是用木绳儿。蹦蹦蹦！我自动帮你们去皮，你们应该不喜欢吃皮吧？皮还行吧，我喜欢吃皮，你脚皮还可以。我专门给你煮一吃。你喜欢吃脚皮？你们家这个脚皮还可以吗？脚上的死皮吗？怎么这么哪个脚皮啊？这个啊，鸡爪皮。我最烦吃这个。鸡爪皮你不觉得好吃吗？但是我喜欢吃脆皮。好了，我已经剥好了。你没吃过鸡皮啊？鸡皮真的好吃。没事。吃了我的鸡皮补皮裤，只能说我说只能说哪个地方怎么剥呀？好菜啊你！这个确实有点难剥。我先把平的地方剥了，后面就很好。鸡弄好了呀，已经。小心点啊！你先。受不了了，这个我要，好烦啊！你烦啥呀？真滑，剥不出来啊！剥不出来啊！平齐啊！嗯哼，好，我来帮你剥这一波，然后你剥下一个。不行，我觉得你要弄坏。绝对不可能啊！弄好叫你爸爸。你看。剥得很完美，哇！典范。然后你好，你下一个吧。
你先可以播下一个了。Happy 你可以播下一个吧。典型的，可以啊，这个。哇，是心动啊！你好奇怪，里面也是烂的，就算了。里面还算了吧，这个有点看起来有点寒酸。张哥，你在瞧不起人家？小马林也要大木哼，够了吧，这板栗？够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板栗鸡，我们可以做成鸡板栗。料酒、酱油、盐、小盐。这板栗这么多应该够了，我感觉。哦哦哦，确实挺火烈的，真的火烈。够了，够了，大哥。那就够了吧。他那个图片里面也没动，那我就先炒了哟。啊，咋弄啊这个？哎，你们去超市啊？对啊。大哥，哎，开始了。没事，你一个人可以的。好的。我们去，马上回来。没事，你们就去吧。下鸡肉。可以的，板栗。然后加热水。差不多。差不多。中火焖制20分钟，大火收干水分。好。等一下。好好好，做饭的好队友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但是这个有点像那种，不是你像那种番茄鱼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番茄的鱼？番茄鱼啊，就是在放醋番茄酱蘸着吃。等一下，后面的工具才是重中之重。要不然这样吧，超事超事我来了。多买点什么这些甜品，什么零食回去。零食儿，我要吃零食儿。他家生意挺好的，红宝石。小苏打，我可以做啥呀？做那个糖葫芦，最近很火的那个碰糖游戏。哇，对啊。你想买糖吗？糖，这是糖吗？不是啊，冰糖吗？糖吗？要冰糖吧，我们买冰糖好不好？不要冰糖，冰糖我想吃冰糖，化得太慢了。吃冰糖好吃，欢欢你买，你买，不买不买，买买白糖，必须买，必须买，买一必须买。差不多了，试一个，试一个。小心烫啊！哇，好看。好喝，好吃，好吃。嗯，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。哇，真的有点好吃，我说实话，兄弟们。不烫吗？有点点，但是大哥不能吹一下吗？怎么样？怎么这么点鸡肉啊？太小了那个鸡。你们抓的？对，别呀，自信一点儿，把对去掉。我来吧。你看呀，好大呀，每个人。回来了，宝贝们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，大哥们。哟，回来了。快进啊！哦，好汉！哦，来了！我们啥了？哦，差不多了。哎，真的味道还不错。
啥呀？板栗鸡。我平常都不吃这种。我一个人做完了，大哥。知道吗？那不然呢？哎呀，谁让你站一下吧？你可以站啊，真可以站。你这站的都是油，等一下啊。站。再来一碗。啊，这边怎么这么油？感觉会很帅，我觉得。阳光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奇迹的时候到了。可以了。哎，你看一只吗？他们一刚出来他就碎了。应该不会。烤泥的。香啊！哇、哦！哇，好香。荷叶的清香，有点蒜香味。但是没熟怎么办呀、啊？不应该吧？不应该没熟吧？先熟吧。先把这个扯了。我也没熟了。再把这个剥开。没熟。没熟。啊！哪个时间？还有一个小时呢。那我在这碗里吗？那我想要这个。啊？我想要这个。你又。你觉得合适吗？你觉得可能吗？那我再找。你要干嘛呀、啊？我做个菜啊。做什么啊？这。怎么样？没事，我很支持你的。好，请好。哦。要玩儿，来一碗。好，试一下。哇！哇，刚刚好。好吃吗？我剪刀怎么在这？哦、这个鱼太棒了，要不然做出来以后好吃吧。我觉得我那几个多加了辣椒有，谢谢你帮我，非常好的那个直觉，真的好吃。要再来一个，待会儿，来个鱼皮，就可以煮点豆腐进去就好。啊，对，豆皮的，明天早餐，下面吃。啊。你们有个东西应该加完了，没去到心，对吧？嗯，你们这好厉害。发给我爸。我要发给我爸。但是要拿七月板凳过来啊。你想做糖葫芦是吧？做糖不是，这个怎么做来着？把糖饼融，把糖融化，是吧？这个很难的，我跟你说，糖融化要很久。真的吗？嗯，我帮你倒了。来个饭，我先吃了。你给我一个好一点的，你把那个菜板洗了，那边那个菜板。快呀、啊，好嘞，我已经好了，把那个菜板洗了。你那个好了吗，任源？我要好了。你先吃。我来。应该盖下去吧？应该拿正面盖下去。烫吗？做的跟屎一样。要压扁吗？好蠢啊，这个糖饼。我给它刻个形状。我没买吸油纸，这样吧，我看不下去了。挺好的，压线第一次嘛。过来快先吃呗。马上来了。准备。待发。待发。哎呀，不错，待发。大家不要走哈，我们的荷叶鸡还没有出锅呢。荷叶鸡也是一件，也是一个硬菜啊。硬菜。哎，你糖算硬菜吗？算是硬菜，但是我的糖真的很好吃，张哥你尝尝。确实挺好吃的。
糖呢？没事，不干不净吃没病。那你还吃吗？这个糖吗？对啊，很干净的。嗯嗯。它上面放的啥？下面是啥？脑上放的盖子。我脑上放的盖子就这么。再尝一尝。我去拿个刀过来。刚才了。你刚刚放锡纸，还挺脆的。我看看肥鸡。五分钟。嗯。你练快了啊。五分钟。哈哈。马哥。整个别害怕呀，挺像回事了，真的。你感觉完了，挺好吃的，挺像回事了。挺难做的这个，挺好吃的。OK 的焦糖，挺难做的。嗯，焦糖马蹄朵呀。哇，我觉得就是好像我吃这个，是，就是那个也是这个颜色的饼，是不是？对，饼干。我知道怎么做的，原来它是这么做出来的。甜饼吗？嗯，它应该是个外国品牌。就是一个什么牌子的。很厉害的是吗？饼干，饼干，嗯，就这个味儿，嗯嗯，妈妈的味道。你还真是长到了商机啊！那这样一说，嗯，准备在哪卖呀？充2000块钱就送舞台表演的餐厅呢。结果人家来吃饭，3点钟就来了，说你们这太慢了，提前来等。而且我们一天只接受一个人。对，不然订两次，那都是要隔2个小时的。我觉得可以一天3个人，早中晚吗？不行，不能早起。不行，不行，还有2个人，就晚上就行了。晚上不玩的，我们餐厅要有个性。差白了，医生。差白了，医生。差饱了，已经。吃饱了，已经。差饱了。差白了，已经。饿死了，快。是广东话吗？不是，自创语言。差白了，已经。好了吗？好了，来，哇，还挺香啊！硬菜，糖呢？糖呢？哦，还在流油。这长得是介意我杀手吗？哇，不介意。你洗了吗？哦，好烫。我吃你的那个汤，那我待会给你做吧。好，估计是成功了。哇，好多汁啊！还在流油。哇。鲜嫩多汁呀！我跟他的谁硬？我跟他谁硬？哎，这是法棍吗？再来一口。我试试我们几个人能不能把它啃。应该这个肉还是挺软的，里面是骨头，里面。每个人吃。这儿肉，疯狂原始宝宝，疯狂原始，要不大家意思意思就当吃过了。哇，好好吃，还可以啊。啊，这锅可以给我。哇，这个小子他在流油哎。对呀、啊。哇，你们一人一，哦，分一下吧。咬一口吧，我们分着吃。一人来一口，来吧，顺着来吧。人家不是开始吗？怎么上屏要我多带一点？我先来。咬完上屏你可不行吃、啊。啥东西啊？你咬了你得咬下来呀、啊。咬完谁牙了？你咬下来、啊。你不能咬一口放开呀、啊。咬完了。也不能别吃了呀。不是你，但是这个鸡是挺紧实的。你看那个。这个吃披萨呢？要不然弄点肉过来，我们尝试尝试。亚轩很快就咬下来了呀，不错不错，还是来丁哥，你们试试，来牙哥，我就不试了。我最讨厌嚼不烂的东西了。啊，不是，我最喜欢嚼不烂的东西。问你啊，有点弹牙，有点崩牙。有点塞牙是真的，像问题出在那个泥土上，有点怪这个味道。不是，确实我们裹的泥土，泥土什么的养分吸收了，泥土变软了，然后它就变硬了。没有，再加上是那个是这个鸡，它是那种小，然后没有外面那层油包，外面这层纸没有成年，这层纸它肯定，而且一看它就不经常运动。它肉都软的，粘在就不很紧很紧，它没放松，平时运动完而且有可能，它没有放松，所以你们不是没给它放松吧？那是骨的问题，肯定歌没放对，歌没放对，导致它有异味。刚刚给它放歌听了，它应该是歌没放对，歌没放对。刚刚唱《少年美》，《少年美》这么激情的一首歌，它怎么可能放得松下来？
不怨我，我觉得我也觉得我们是大厨，怎么我也觉得不太怨我。荷叶还是有点味儿，荷叶是有点味儿的。咱们吃一个，我吃了，我吃了呀，没动过，马来西亚做的。刚才做这个，我盯着这个，开玩笑。从哪儿失败，从哪儿。这个太难做了，我的眼睛都瞪大了。这个太难做了，这个是难的，太难。先说这个吧，他们板栗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我真的就是太爽，我也觉得，我真的喜欢吃这个板栗。说实话，板栗我觉得这个汁儿收的特别好，它所有的味道都在汁儿里去了。然后肉但是有点硬，但是肉稍加不，肉有点紧实，啊，鸡肉太紧了。但其实这个就应该喝。我很喜欢这个肉。总结，在家里高压锅，没有高，没有高压锅，所以怪这个锅，锅的问题。但汤，但肯定喝汤就没有。总结，怪锅的问题。还有肉太少了。对。但还挺好那个、啊、那个，因为哎，好，三个里面，那个体最好，是吧？对，确实挺好吃的，还可以。哪个最好？那个鱼。三先说五个糖，对，就是一个糖，一个糖，完了，他的糖被遗忘。糖是托普，糖是托普。我原来刚刚问那话的意思是这个，我觉得糖还可以。我给糖了一个，糖是托普，真的糖还可以，糖可以。吃出了，去做童年的回忆。对，谢谢。那糖真的还行，还可以。然后那个我们今天就有一个惊喜，那这个糖要加里面。不要，糖是托普。傻逼啊，这么给面子，我给个板栗炖鸡，我这算做吗？我只是包了个板栗，算。我们其实是板栗鸡也挺好吃的，板栗鸡也可以。你看全票通过了，板栗鸡挺好吃的。四票，五票，你不算，为什么？你是觉得你没有做这道菜吗？他确实没，对不起，我确实没有做。自己站住了。然后鱼的，福州鱼的鱼可以，鱼确实做得了，这鱼确实不错。鱼票子，我板栗鸡。大哥，你知道你多危险吗？针扎到这儿。刺还是针？针，看我抠他的那个针。就这么大家吗？那鱼胜利了是吧？哦，可以不？他说我胜利了。你们胜利是吗？我们也可以胜利。我们这个三个人做的，然后他们只能投四票，然后他们那个两个人都让工作人员来评选。我现在都吃光了。对，喝汤，看谁的汤更好喝，我觉得吧。行，看，就按张哥说这样。看这个，看谁的汤汁更好喝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汤我还是可以，我们还是沉淀了，已经咸了。汤怎么就没味儿了呢？你得往下，这肯定也没味儿。怎么就没味儿呢？我得再尝一尝。你看，这尝这证明没。这是梅子。好像说还是这个汤好喝，有点难选。诸位都是大厨，着实让我有一些难以抉择。三二一，指一个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俩闭眼。3、2、1。你指谁呢？你指谁？他指糖是吗？我指鱼啊，鱼呢？怎么样啊？可以，太可惜了，就差一点点啊，差一点点，没关系，来，我们都没有这个环节。我们五个指吧，我们五个指谁最好吃？3、2、1，哟呼，过奖了。好，今天叫好几赢了。然后呢？你赢了。洗碗啊！就是烧碗。面，鱼好吃，好好吃，我还要吃。鱼骨头。我今天要把鱼骨头啃了。我也是。这条碎片到肚归我们那个比例突破了。来，马佳琪，先跑，别走。刚才谁说要吃鱼骨头的？先吃。我没说。要文说。我啥都没说。说。没错，走吧。你怎么没跑上来？不是马佳琪。
不是为了综艺效果，真的真的，我说认真的，我是认真的，为了综艺效果把你压过去是最好的。为了综艺效果，书名号综艺效果，是不是综艺效果有的剪，不然你镜头太少了，你今天做那个我够了，我不需要镜头太少了，我够了，我够了，我满足了，我知足了，我知足了，我不需要，不行，打麻将没有镜头，我人都傻了，你是吃鱼骨头，你也是鱼骨头，我是鱼，鱼骨头，不是我把这吃了，你洗碗洗。好，你吃鱼骨头，你吃鱼，然后沿着锅的边边舔，把这个吃了。金哥，他说他要沿着锅的边边舔，吃呗，把鱼肉吃完就好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把鱼肉吃完就好了。好好吃。洗碗，洗碗，来帮我们收过去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快收碗了。啊，收碗了。收工。怎么又多了一箱肉呢？好好好，我收。啊，收收收收。哎，没事，也不勉强，不勉强，不勉强各位，不勉强啊，真的，宋亚轩不勉强你，亚轩别啊，别别，哎呀，哎，这怎么能让你来啊？我们并非单枪匹马，世界那么大，风尘仆仆，我会化